对，有点重哎，出来怕哦，真的有实力。上一场比赛也看到他的那个这个投篮了哈，另外还有传球非常的果断。宋宇轩相当刁钻的吃了一球，在这边 inside out 的运球，做一个节奏上的一个转换，然后再到篮底下，用一个海底捞运。林依依，自己转身飞了位出手得分，这个动作就漂亮了哦，回马枪。他打三对三其实是一个得分手段还算是很多元的一名选手，所以你常常会看到他很多一些拉杆和那种动作。哇，宋宇轩这个脚步很漂亮，找了一个出手的空间，底线的一个出手没有，长篮板被追到。哇，一个大车轮，哇哦，哇，这个球真的漂亮，好腰力。宋宇轩切入，被挡到，看起来没有太好的一个角度。哇哇哇，这是过胯下吗？对，哎呀，宋宇轩拉高弧度的跳投，还是把球给摆进去了。这个球真的精彩，帅帅帅，但是没有出手，他蛮客气的啊。OK， 啊，因为有协防啊，杨章佑成过来协防。哇，刚刚那个如果再出手进，刚那动作我也有试过，但是是球过人流了，你是不是人还在原地？你是不是砸到人家蛋蛋？哎呀。